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有点小猛，看不懂，但我感觉好厉害，跳来跳去的。只是他那个大招居然有伤害，是很离谱啊！但是大招伤害贼高，喂。我都没看到他最后一秒钟来的吧。打野是爽了呀，这样他断线，对面打野爽不爽我就不知道了。炼金居然都没死，我拦不住他断线。这波千局好像在附近，给他断吧这波。
我还不如不踢下来呢。韩老师太喊着头，对面人太多了，我想救一下他。侠输出太高了，无尽之刃，我就两下就把我梅丽点死。这波不该踢的。我看我们也是四个人，所以我想试一下。哒哒哒哒，终于赢了一把，不容易啊！哎，难搞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